朋友要过年啦，是不是觉得既开心又苦恼嘞？到底要送什么礼物啊，才会既大方豪气，收到的人还会金花意嘞？这家店啊，很有人气哦，我们赶快一起去沾一沾喜气 ，Go！ 年节将至，大家想好要准备什么样的伴手礼了吗？该怎么选才可以充分的表达自己的心意呢？听说这里卖的可是现在最夯的滋补养生圣品低基精哦。瞧，每个人手一瓶，喝完之后好幸福的模样，可以说是送礼自用两相宜哦。黄总，我太 surprise 了。坦白说，其实我从高中之后就再也没有喝过鸡精，因为我太害怕它的腥味了。可是没想到我今天喝到你们家的，就好像我妈妈用爱帮我熬的浓缩鸡汤一样。哎，是因为啊，鸡精跟低鸡精其实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对，像鸡精的话，它就是先煮好了一大锅之后，然后再开始添加人体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所以鸡精来讲的话，它算是调味的鸡汤。那低鸡精的话，虽然它只多了一个字，可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制成。简单来说，它就是不加一滴水煮出来的鸡汤，所以它所使用到的原料只有新鲜的鸡肉，本身它的那些胶质啊，哦，这些都可以给我们完整的萃取出来到这里面。确实哦，让大家来看一下黄总手上这瓶呢，是冷藏过后的，它变黄金果冻了耶，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一瓶啊，里面的胶质非常丰富，所以它温度稍微低一点的话，它就会完全是固态的状态这样子。每一滴的低基精都是经过了15小时的淬炼过程，呈现出自然的金黄色泽，而里头看到的沉淀物其实是完整保留鸡汁的营养精华。市售的那些产品当中来看呢，大家都是清澈透明的比较多，那这有可能是两个原因。哦，第一个的话是他们的技术不够，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把鸡骨头里面的那些骨髓成分给完整的萃取出来。那第二种可能的话，可能是其他业者他们为了要让它的卖相看起来比较好，所以他们都把这些营养成分给过滤掉了。所以我们就是用比较诚实的方式，把它最真实的原貌来做呈现，而且我们也把最完整的营养给每一位顾客。为了带给消费大众优质的低基精，他们耗费5年多的时间，独家开发出 SB5 专利生产制程，过程当中完全不掺一滴水，保证萃取出来的是100%纯天然的基精。因为我们使用了我们独特的 SB5 专利制程，对，那我们有开发出一台机器，就是比洗衣机再大一点，然后在我们的每一间门市现场制作。每一间门市来讲，哦，它就是都快要下班的时候，那把新鲜的鸡肉放到锅子里面去，对，那它只要一个按钮，隔天上班的时候，那就有一锅煮好的鸡汤等着它了。每一罐的低基精都是坚持传统古法慢工细熬，强调不添加任何的化学成分，通过了各项检验，透明的制程，新鲜看得见。我们就是透过把中央厨房卫星化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在全省各地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据点。那我们在现场制作、包装、销售，而且啊，我们所有的现场啊，都是属于比较透明化、公开化的一个开放空间，让每一位消费者或民众，他们只要从我们店头经过，在我们的机台旁边，就会有那个透明的玻璃，他们可以随时的检视我们的所有的制程。透过完整的制程生产的低基精，以低温冷藏的方式可以保存28天，饮用的时候只要稍微的扭开瓶盖隔水加热，不仅简单方便，温温热热喝风味更佳。它喝起来口感的话是很滑顺，那到喉咙感觉就是很甘甜，它会有那种浓郁的感觉，对，那喝起来感觉就是很舒服。它的口感就是很像我们自己在家里熬煮的鸡精，因为喝起来的那个胶质的那个粘稠的感觉，那种口感特别的好。而现在他们也开放加盟，要让这样营养的美味深入大街小巷，更贴近民众的生活。我们目前呢，在台湾有4间分店，那当然我们目前也采取用开放加盟的模式，对，那而且我们透过一些辅导的方式来让每一位创业民众他都可以轻易的上手，所以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设置的动作，其实最主要是希望说我们透过最精简的人力
来发挥最大的功效。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一间门店啊，只需要两个人他就可以上手。业者传承了老祖先的智慧，以爱护家人的信念，将鸡汁的精华保存在小小的玻璃罐中，完美的调和出简单幸福的感动。他们也期望这纯粹的好味道可以透过更多人的力量，不止在台湾扎根，甚至带到世界各个角落，照顾更多人的健康。